好，经过整个学期的讨论，我们今天到了这个学期最后一个单元，我们要针对前面所提的许许多多的课题，做一点总结但是这不是把前面所讲的东西再做浓缩，而是从这门课的名称就是环境法，从环境法作为一个主题，然后看未来它面临什么样的挑战，以及在过去的过程当中，那它是受到哪些重要发展因素的影响。所以我们来看看影响环境法的几个重要的一些因素。第一个重要因素当然是民主宪政的民主宪政的演变。环境法在过去发展的过程当中，不管是在台湾或者是在全世界的每一个地方，它其实发展的动态里面，往往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背景性的因素，那就是这个社会是不是越来越民主，以及它的民主宪政机制到底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怎么样影响着环境议题的处理。或者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环境议题的处理又怎么样带动了这个社会本身的民主化，或者是民主的进程？当然，我们也看到有些社会在这个过程当中，民主宪政的进展颠簸。那事实上，我们也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越是民主宪政发展越颠簸，甚至于是相当程度又是政变，然后又是许许多多的困难的国家。它的环境问题是绝对不可能好的，那这也是我们从过去看到现在所了解到的一个民主宪政的这个条件，对于我们环境议题的深刻的影响。而回到台湾的话，也正是因为台湾在过去的几十年从戒严威权，然后一直民主化。整个社会不断的一直在进步，民主化的过程当中，活络了这个我们的一般的社会。那不只是经济有一些经济上的发展，跟一些创新，但是整个社会本身也逐渐的展现它的活力，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民主宪政确实相当程度内促成了许多我们环境问题处理的方式。比如说我们的核能问题，核能的问题如果在一个非常威权的国家，因为现在处理方式就跟我们过去的路径不一样。过去光核能，我们台湾社会不晓得游行、抗争、讨论不晓得多少场，甚至于引发的立法机关、行政机关甚至于法院在宪政机制下的相互之间的制衡。然后民众在这个过程当中，也甚至于透过公民投票，也表达了很多他们的想法。当然，议题的处理并不是那么的简单或者是单纯，过程当中起起伏伏。不过本身后面是一个民主宪政机制把它撑起来，所以社会虽然不同意，但是没有因为这样的事情而崩坏，所以议题还是继续的处理，在这样的一个轨道上这样处理。所以民主宪政。也促成了许多议题处理的方式，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因为环境问题的发展，也促成了我们政府采取了很多各种制度，我们台湾的许许多多的制度，比如说资讯公开的这个制度，行政程序这个制度的建立，或者是影响评估这样的观念，都跟环境议题有关，所以民主宪政制度的内涵也受到环境议题的这个启发。然后产生的一个相互互动的一个现象，这是第一个脉络因素也是我们如果从今天的角度回过头去看我们环境法走来的这个历程里面，第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素要提出来的。第二个部分是科技跟经济发展的部分。台湾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面，经济转型，然后不断的进步。到今天，某些产业甚至于变成是全球非常核心、非常重要的这个关键性的这个产业。那
科技跟经济的发展啊，科技尤其是 ICT 的这个方面的进步，那确实是大家目共睹的。那也因为如此，所以许许多多环境议题的内涵跟处理本身呢，就蕴含了许许多多科技解决，那某种程度也有科技背景啊，那样的一个呈现。环境议题的处理，包括了必须去调查，必须去掌握，甚至于制程的改变啊，甚至于我们产业发展的内涵怎么样迎合绿色经济，其实后面都有相当多的科技因素在背后在支撑啊。那如果没有这一些科技的进展的话，也许我们今天环境法的内涵也不会是如此。具体的例子就是环境影响评估这个制度，那个要对环境的冲击事先做一个跨领域 interdisciplinary 的一个评估，后面都是科技的问题，后面都是要运用现代的许许多多的科学技术上面的这个发展，然后才能够把这样的一个评估做好。所以科技跟经济的发展呢，变成是过去台湾环境法发展里面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脉络因素。能源、资源、资讯以及我们所创造出来的今天所创造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产业跟市场，其实在促成了环境的这个不管是绿色消费或者是绿色生产的一个许多的这个愿景。第三个重点呢，在这过程当中，不是只有政府唱独角戏，我们台湾也因为民主化，也因为台湾非常独特的一种发展模式，我们的公民社会不断的壮大台湾各种民间团体相当的活跃，环境的部分尤其是如此，所以它造成了环境意识的提升造成了民众用团体来取代个人那在环境议题上做主张做倡议，然后甚至于在这过程当中跟政府产生了一个对话所以公民社会，那也许再更精确的讲，非常重视环保的公民社会包括台湾能够把我们的回收制度做得到今天国际上都认同的这个地步，其实我们的民间社会的量能确实是相当的强，那甚至于透过教育的制度，我们的小朋友在学校里面也都不断的强化资源回收这样的观念，那常常奉为家庭里面呢，当我们推动垃圾不落地我们推动资源回收那垃圾袋的收费许多这样的制度推动的时候，我们的各个家庭里面的小朋友那变成是推动的尖兵，然后也一代一代把这样的一个绿色的这个公民社会这样的一个观念不断的建立，当然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不过这个确实是台湾很重要的一个条件，也是我们环境法发展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面向。当然另外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一个全球化跟主权的问题，其实环境法的发展一直都是非常国际化的，那当然台湾在这过程当中跟其他不一样的就是台湾的国际参与非常困难，以至于许多国家不管你大或小本来就可以参与很多国际环境课题，甚至于参与国际上的许许多多的协商，对台湾而言就是没有这个机会，甚至于公务员也好，学者也好，民间团体也好，甚至于都缺少了这样的一个磨练的机会，那这是台湾一个比较困难的部分，不过我们也这样走过来了，所以不断的去突破国际上的参与可能，也变成是台湾环境法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些这个重要的这个脉络，所以国家主权网络然后国际标准的这一个订跟参与跟辩证，那这会变成是也是台湾环境法发展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基础。我再总结一下过去环境法在台湾的发展那甚至于在许多其他的国家可能也有类似的情形。第一个重要的基础就是民主宪政的发展，那第二个就是科技跟经济，第三公民社会，第四全球化与全球的这个冲突，这会变成是动态环境法演变的这个
过程当中的重要脉络。好，我们来看看未来呢，环境法未来的走向会是如何？那我列出了四个重要的走向啊，来跟大家做一个总结。第一个走向就是环境法会从内国法越来越走向国际，越来越走向全球，也就是说，环境法的内容会越来越充满国际上的一些规定，国际上的一些发展。这就如同你如果今天在德国，你原来就是德国的各种污染防治的法律，但是现在里面德国法律里面会越来越多欧盟的指令。好，欧盟的指令。那同样的，从台湾的角度来看，更进一步的，你会发觉越来越多啊，跟国际关联的课题，然后许许多多的环境问题会呈现在台湾在国际贸易，啊，台湾在这个跨国的契约条款里面，可能就有很多国际上的啊环境议题出现。所以，治理的高度提升了，环境治理的高度提升，法的概念逐渐突破了主权的藩篱，啊，那市民社会也同时在全球的空间当中寻求了一些串联，啊，所以不只是企业会跟其他国家的企业形成了一个网络，那民间团体，啊，包括环保团体在内，也会跟其他国家形成网络，所以越来越啊，越来越国际化，越来越全球化，啊，议题上越来越有全球性的议题，然后机制上越来越有国际式的处理模式。好，这是第一个走向。第二个走向呢，我们会越来越重视地方。哦，也许看什么事情都是从中央政府的角度看，但是环境议题越来越需要看地方政府的表现，啊，看地方政府的啊内涵。尤其是我们现在对于环境议题的定位，我们会去重视地方文化、地方历史传承，去做那样子的一个辩证，而不会全部都是从一个国家中央的角度来看，那也会认真的看待地方的需求，再加上地方的公共事务的辩证也越来越出现，啊，那这个一方面是全球的趋势，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从台湾的角度看到这样的现象，再加上台湾现在六都形成，啊，许多原来也许是中央跟地方分野啊没有那么清楚，但现在慢慢的六都形成之后，各都都有非常强的治理，越来越强的治理，啊，他也思考到他必须有他自己的想法。那在环境议题上，确实啊，从以前全部都从中央的角度去看，那慢慢的越来越必须重视地方啊本身这样的环境量能跟环境议题。第三个发展的方向，就是从政府到治理 ，from government to governance， 这中间的区别在哪里？这种区别就是民间的角色。原来我们讲到的任何事情都是政府主管机关啊，我们很喜欢任何事情一发生，主管机关是谁啊？好像就是那个机关找来，事情就解决了。啊，我们现在会重视公私合作，公部门跟私部门合作啊，那我前几天在路上看到，一个很像是这个外送的那个机车，后面挂了一个四方形的盒子，上面写台北市的动保处委托捕风捉蛇团队，捕风捉蛇这样的一个课题，他做了一个转型，从消防转到动保。那除了转到动保以外，再从政府转到民间，把民间的专业再进一步跟政府连接起来，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过程当中 ，government 啊，并不是什么事情都是 government 在做，有很多是委外。我们说啊，高手在民间，有很多高手，哎，政府怎么样连接起来？环境议题也是如此啊，尤其是公私合作越来越重视啊，越重视。那这种公私合作，再加上前面的那一个课题，这种私呢，很可能变成国际的私，所以国际的民间团体、国际的跨国组织，然后慢慢也从这样形成，那跟公部门啊形成了一种啊，形成了一种既合作又对话那样的一个啊一个关系，所以这是第三个走向，最后一个走向，
我把它称为就是管制工具的灵活运用，越来越多的管制工具给决策者做参考，这个决策者当然也包括民间做参考。所以从威权社会逐渐崩解越来越民主化之后，连管制工具的选择也越来越多元。在我们越来越强调要注重科学，也注重市场机能，所以有许多经济诱因的做法，程序上越来越重视协商所以管制工具越来越多元，而不会只是偏向某一方过去的这个 command and control 那种模式，来强调政府对环境是多重视，所以什么要严罚，什么要严惩，那样子的一个做法，慢慢的化约成非常精细的做各种管制上跟治理上的一些调配，那么使得议题解决，民众也参与，资讯也沟通那这样的一个发展方式呢，事实上也是造成了我们今天环境法内涵越来越多元那人民的活力也会提升，然后政府的控制方法跟能力呢，也是不断的在演变，管制工具的灵活运用是它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那接着跟大家讨论一下环境法现在所发展出来的一些重要的转变跟挑战我们前一阵子大家都在关注所谓的大国崛起事实上大国崛起对于环境议题产生很大很大的影响那以前所谓的金砖四国我们如果看到这些大国它跟这个欧美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说它原来发展并没有那么快速，但是突然发展起来之后，它所需要用到的物质资源非常的多非常的多。大国的发展对环境事实上造成强大的压力，除了突然到处是工厂，到处是工程，那造成了许多污染的问题是不是能够解决以外，另外就是对于原物料的需求，需要多少钢，需要多少铁，需要多少煤，需要多少面粉，需要多少原物料那往往会造成资源的需求产生供需上的困难那另外就是全球尺度的参与跟协商就面临很多的这个挑战，因为大国崛起了，许多事情也许大国之间相互说一说就算说一说就算，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呢也让环境法，那尤其是表现在气候变迁这一个部分，尤其是在哥本哈根那一次的这个协商，那更能够看出这样子的一些困难。所以大国的崛起对于环境法造成了相当多的挑战，但是这也是一个事实这也是一个事实，未来怎么样能够强调地球本身的这个那个主体性跟单一性，而不是国家利益摆前面，这也变成是整个人类面临环境议题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挑战。再来就是第二个这个观点也是关切的就是国际环境法它的有效性一直面临挑战以及它的执行的可行性也一直面临困难因为国家中心主义没有办法突破，到目前为止都还是以国家为单元，还是以国家为单位。那也因为国家中心主义，所以国际上面临台湾的政治现实的时候，那时常会变成是这个相当相当困难台湾在这里很吃亏很吃亏。那另外就是国际环境法的这个程序也因为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所以程序一直都受到挑战受到挑战。那虽然国际环境法透过软法软法就是不是具有拘束力的但是有一个方向性指引的来发挥它该有的作用，来缓和那一种主权跟这个国家性的这样的一个僵硬，但是呢确实也面临了许多发展上的困境。内国的环境法跟国际的环境法中间要怎么衔接，当中怎么汇流尤其会产生程序
跟实体之间没办法连结在一起。所以有些国家呢，它非常重视环保，那采取了很多非常强硬的措施，但是这些措施又会跟国际的自由贸易原则有冲突，所以国家跟国际的规范又产生冲突，那这个国际环境法的这个内容呢，也面临了许许多多的挑战。那最具体的一个现象表现在组织里面的话，就是在80年代以后，中东欧转型，苏联解体，那柏林围墙倒塌之后造成的民主化，其实也终结了冷战，然后慢慢的有两个重要的议题出现，一个就是贸易，一个就是环保，不应该讲出现，应该讲强化。这两个议题同时强化的时候，各位发觉后来贸易的这个部分呢，从 GATT 现在 WTO 那发展的其实相当相当的强。环境的部分呢，环境除了许许多多区域性单边多边的各种这个环境的条约以外，一直都没有 WEO World Environment Organization， 所以有人一直主张也必须有 WEO 才行啊，所以过去环保跟贸易的这个冲突不管是表现在这个美国跟这个墨西哥的这个海龟案，或者是许许多多重要最近中美贸易的一些冲突，以及这个美国欧洲许许多多在航空在各方面的一些贸易冲突，那里面呢看到环境跟这个贸易之间的冲突的处理呢，环境这个部分常常很难伸展。那现在全球卫生管制的部分有 WHO， 在人权的方面有人权法院，在贸易的方面有 WTO， 在环境的部分现在没有环境法院，也没有严格讲起来的那种国际环境组织，虽然有这个 UNEP 那但是跟WTO 的这样的一个机制呢，其实还是没有办法匹配，这也是现在全球机制值得检讨的部分那当然环境课题虽然有这样组织上的困难，不过在议题的发展上它是相当相当快速，而且也是力量相当相当的庞大，议题的涵盖面相当的广，尤其是最近气候变迁这个课题，让我们感受到，如果你在环境端没办法处理好，那很可能这个影响是全面性的，影响到的是一个贸易，影响到是一个经济，影响到是一个国际投资、国际金融甚至于也影响到人权。那所以，环境议题的那个发展方向是相当扎实、相当多元。那未来可能考虑跟研究的课题也都非常多，不过这也就是许多研究者跟许多企业大家共同面临的机会当然也是挑战我们这学期的环境法就到这里为止很高兴跟大家有机会这样共同探讨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何况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把国际的面向跟我们本土台湾的面向我们同步重视那谢谢大家。